他们在 rehearsal， 在彩排，所以那个时间不用了，不用来找了。这个时间假如你们要过来，他们不需要。这个是场地啊，已经有够多人乱了，乱到不行了，不行了，他们再来就更乱。那时候我刚好在圆山，礼拜五晚上，我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线上。对，那是没有问题，你相信他们，他们只是走一下而已，没有问题。倒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父亲团这个星期六我们的集合时间是两点就没有问题，星期天我们集合时间十二点，有没有需要帮你们准备便当，还是你们要自己？我这边叫便当。好，有报出去了吗？报出去了。好，有报出去，有包括我吗？有真的吗？我问一下而已啦，其实我们也没有时间吃饭嘛。好，要确定一下。确定。确定，那就是星期六的星期天才要一起在那边吃便当嘛，对不对？两天我都叫便当。都有报出去，是吗？我查一下，对，我都报出去。要跟他们讲清楚哦，免得他们也不知道要不要吃，也不知道要不要吃饭来，要讲清楚啊。好，就是说确定，那就是十二点还是几点就过来吃饭，因为你两点钟就没有吃饭了嘛，对不对？两点集合是没有要吃饭的嘛，九点半。是你们要先分配，对，你们工作要自行分配啊，我在这里就好，你们自己清楚，然后再进行会议，我想这样子会比较效率。